真的可以慢慢骑。哦，所以正起来比较像这种红砖道啊，它比较浅，所以它比较没有震动感觉，就我骑起来是跟独轮是一样的哦，一样顺，所以稳定度还蛮不错的。稳定度是够，就是像一些比较大，段落差比较深的红砖道就会比较明显，就一样会有震下吧。一定的，那个是轮径的差距，轮径有关系，避震有关系。对啊。不过这样已经，让它前面虽然有避震，可是它用的是实心胎，其实还是有差。哦，对，有缓冲的效果。像旁边这个大格的跟小格的就有差，小格的我就会觉得明显很震。有那种撞树。这边是青年公园，帅气哟！好，这边有停车场，如果以后开车带小朋友来就可以看到。基本上这台也可以算是全地形，差不多了。这一大车道。